喂，七師傅，喂，好耐冇見啦，真係，新年啦，成個幾兩個禮拜冇見啦，係啊，搞裝修啊，我哋，同曬喎，個鋪頭而家，係啊，啲櫃換曬啊，但係啲嘢都仲未擺晒出嚟啊，暫時，哇，大裝修啊，呢個裝修，真係可以過嚟睇下，而家。干净好多啊！咁啊，阔落好多，标柜啊，可以有好多都未挤标落去添，啱啱整好咗。系啊系啊，好多系要啲时间啊，因为比较多标啊，真系。系啊，咁啊，暂时放一啲落嚟先啦。咁啊，今日拍二手。系咯，咁耐冇见，话好多朋友都查询话，哇，点解喺边啊？唔系装修，我有讲嘅大工程啊，咁啊，之后啲朋友嚟到铺头，应该就会睇标睇得舒服啲啦。 系啊，系舒服好多，阔落啲，同埋啲嘢啊，清楚好多咯。好啊，今日又点啊？又系诶，有二手专区系嘛？系啊，二手光临啊，系啊。二手光临，大家介绍下，又等咗成年啦，啲朋友。系啊，即系啱啱一个圣诞，等咗新年都未见你啊吓，今日有啲咩好嘢同大家介绍下咧？七日啫，一个礼拜啫。今日就有只 Bulgari开始。啊，又系Bulgari开始先。 哦，呢只大装定细装啊？呢只系细装嘅48mm。细装都44。系啦，44，最大嗰只系48mm啊，嗰只。系啊，最大嗰只系好巨嘅，呢个都中中地噶啦，都唔算细。呢个44OK噶，唔细噶啦，其实就我戴都差唔多。大嗰只其实唔系个个大到咯，大师大到，大师强劲俾弯你噶啦。大嗰只就成个大只佬啊，真系。哦，呢只大金皮带喎，呢只系。 系呢只皮带嚟嘅，系啦，呢个系卜嘅，呢个系代用嘅，咁有个蝴蝶扣嘅，系啦。个扣都系代用，系啦，扣条同埋条带都系代用嘅，但系呢条带就有原装系咩嚟噶？原装系皮定系钢带噶咁样？原装都系皮带嚟嘅，只不过可能烂咗，我谂。哦，明白，咁就换个条全新嘅皮带。系啦，全新皮带咯，系咯。咁个扣都系代用噶。 扣都系代用嘅，但系都系蝴蝶扣嘅，系啦。但系呢条带就有防水功能嘅呢条带，系防水功能带啊！哦 ，Hirsch 嗰个防水功能嗰啲带嚟噶嘛？系啊系啊，佢车咗呢个蓝色嘅防水车线系啊。哇，好新喎！只表有90%以上啊。系啦，个底都系啦，冇崩，成块镜咁样咯，个底个质素系90%。 90%半都有啊！呢个H位啦，系啦，大家都好熟悉。好靓嘅抛光，好靓。呢只我记得就Bulgari嚟讲系大件夹底食嘅一个型号嚟嘅。啊，咁呢只咁大只，但系通常我哋Bulgari二手好似都系正标为主嘅，系嘛？系啊，但系呢只就唔系，大师。竟然唔系多数正标嚟嘅Bulgari嘅二手。系啊，咁呢只Bulgari 44mm。 咁呢只系有盒同埋说明书嘅，咁呢只表嘅二售价系$88。$88，一万蚊都唔使。系啊，上手都唔系好大嘅，你睇下，上手都唔系好细喎。咁又平喎，呢只我印象中呢只系要12,000-13,000到好似。系啊，我谂呢只都系秒杀快手啦。降底去到万14,000几喎，好似。 其实讲翻八千八，Bulgari嚟讲都冇乜边个型号去到咁平咯。少啲咯，同埋呢个壳型都比较特别啲咯，系啊，呢个。咁个底玩喎，玩牌子都OK喎，呢个净系玩牌子。我反而几中意佢条皮带喎，呢个款咁样。系啊，呢个系中间呢个系book噶，呢两个边系。咁呢啲都比较稳啲嘅。系自己换嘅啫，咁啊可以不断换嘅呢啲带就。系啦系啦，可以换嘅呢啲带。呢个系咩有盒噶？呢只就有盒同埋说明书嘅。 哇，咁都叫做算系咪算系肤色咧都？肤色就冇卡系啊。哦，不过冇乜所谓啦，呢啲又唔系劳力士，要唔要卡都冇乜所谓呢啲。系啊，不过都冇晒保用啦，应该都。冇乜关系啊，有个盒叫靓仔啲咁解，但系$88就买到 Bulgari 都算平噶啦，真系。系超平啊，呢只系啊，好正嘅新嘅条带，啱啱可能换咗咯。 咁啊，之前买得贵嗰啲朋友，希望唔好介意啊！呢只比较抵啊，特别啲。好啦，咁啊，下一只介绍Longcom，Longcom，Longcom，哦，呢只计时喎。
呢只系多功能嘅，我哋数数几多支针先，哦，一、有好多二、针嗰只。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七支针系咪啊？八支记埋嗰个记事本入边仲有一支，八支针啊，八针喎呢只，八支有针，入力星期都见到好似，好似仲星有，期同埋有冇月两份地系啊，啊？佢有冇两地啊？呢只应该唔系两地嚟，我记得佢系左边嗰个应该系24小时显示嚟，系啦，六点位嗰个应该就系、叫做月上嚟，不过唔系太，睇下转唔转咯，我睇下个时间试一拧试嚟，就知啦。跟住行嗰个我哋试左下边点位逆转啦。逆转系嘛，都系行，但系我左逆转边都系个行咁就24啦，系啦，24，系啊，四点佢即系写翻四点咁样嘅左边，有时有啲系如果逆转佢系停嘅话咧，就变咗 GMT 咯。系啦，呢个就真系24小时显示俾你，俾大家知道系上昼定下昼啦，系都算好多功能啊，佢都有齐晒大部分功能有咯。个叉同埋叉个就秒日针期啦，秒同针埋系喺呢个24盘度啦，系见到都系一齐行哦，紧。系啦，喺九点位嘛，秒针。系啦，咁系呢八支针都系烧冷针嚟嘅，咁有月月上。份，有星期，有月上，有日子，哇，好多嘢啊！咁个表面都有啲纹咯，好似嗰啲一格一格嗰啲纹布咯，纹系啊，啦，系布纹。蝴蝶扣，呢只好似系42左右嘅，系咪？系啊，42 mm 呢只。咁呢个就真系原装打原装球啦，系啦，浪琴啊呢个，多鱼皮啊，鳄鱼皮蛋啦，呢个啡色嘅系喎，原装鳄鱼皮蛋喎。系啦，原装浪琴嘅蝴蝶球啦，系啦，双打原装扣，条带有少少使用痕迹啦，见到。系有少少系啦，呢度少少系好少咯，呢、这个穿过嘅位置系睇个机芯啊，机芯都好大个啤领，都转得好快啊呢只。转得快嗰边系上唔到，系。另一边先系上嘅。哦，咁呢就系咪肤色定正标啊？又？咁呢只浪琴系肤色嘅，系啦呢只，肤色，系啦哦，肤肤色。色听。咁呢只浪琴系2016年嘅二月标嘅。咁呢只浪琴嘅二售价系16,800蚊，八针啊，系啊。1800，咁啊，多功能浪琴计时。有行单嘅呢只表，我记得好似有冇啊？系咪有张单嘅嘛？系啦，有张连埋系海货单，浪琴嘅原装单咯，系啦，铺贴嗰张单。系啦。嗯，好，明白嗰16800啊，个二头价168，系啦。新年二头价。好，咁跟住咧，跟住仲有啲咩好嘢啊？咁我哋下一只介绍劳力士哇，又有劳力士出场啦！咦，听闻，Selene。咦，只咩切利尼又有？系切利利系啊，喂，切利跟尼人啊，系跟人啊，系跟啊，金嚟嘅，系净系十金八咯，切利尼喂，切利尼呢系列系又系秒杀系列嚟噶，切利利系啊，即系平玩嘅金呢系啊，条带都好特唔别知点喎，呢解条佢带。系即系切利尼劳力士嘅切利尼呢系列，即系好似高级，但系问题个价钱就唔系高级咯。可能佢个机芯手上链平啲咯，吓、啊，但系通常好佢因其实做嗰啲金表啊，都唔系好贵嘅啫。唔系因为斯文表系咁嘅，个潮吓、啊，流嘅兴哇真系点解好薄收啊，到啊？超薄，手上链嚟噶，呢只唔系石英嚟噶，手上链手上链或多者多声噶，即系啲玩牌子都 OK 嘅，有金表。不过嗱，我未知个价钱啦，可能好贵。但系我记得切利尼呢个系列都系抵玩嘅。皇冠啦，系啊。要讲咗先，佢嗰条金带系代用后天整出嚟嘅，咁就哦，呢度唔系18K 实金嚟嘅，即系唔系全18K 实金嚟嘅，哦，唔系原装代带，用嘅，系唔系原系装啦，带？原装带，哦，明白，佢哎，仲都好亮，真系自咁就己更车。加抵玩啦，咁讲，系啦，一体式喎，个表就系750咯，系啦，呢喂，度有唔系标原志。装带都可以做到咁样嘅，系咯，咁样咁 fit 几个位，我一开始睇到都有吓亲哦。佢点样夹落去嘅，真系，其实点做嘅咧，我都谂紧。我哋系咯。师傅嘅技术真系好高超，而家可系能原装，都喂唔唔知讲啲真系技唔术。知，真系唔讲。你话原装带我都信喎、你睇下后边。哦。我本身都以为系，我问翻表姐话，佢话系原装带咯。唔系原装，但系佢系就咁18K 包金。应该系包金嚟噶，因为咧我睇到佢有少少类似变色啊氧化嘅感觉，即系系少啦。少好。你用镜先睇到，咁表主话唔系18K 条带，唔系18K 咁样咯。啊哈。但系，总之原装嘅嗰条带都系18K 金带嚟嘅。唔系原装应该系皮带嘅，如果原系装上皮包，带，
哦，咁佢呢只有冇机会可以自己做到条皮带俾佢嘅咧？做到噶呢、这个，一定做吓、啊？到，可以嘅，可以做到皮带嘅，冇问题。不过呢条金带真系唔讲，真系以为原装。但系呢系个咯，金带都好靓喎，即系呢啲可就系好以靓咯，我想讲。穿过去，你睇下咁样嘅。好似为佢而设咁样啊，条带真系。咦，咁佢有冇盒噶？咁呢只 Selini 系正标嘅，系正正标，状态正有9.5啊，我见到。系啦，咁标盘就全部都系罗马数字啦，系啦，都比较少见正咯，系啦。标冇盒冇卡，size 就系 boy size 34mm 啦，但咁标呢头系只十八 K 嘅标头系嘛系标头系18K 嘅，咁底都有？OK，印住750嘅，系啊。哇，咁呢只劳力士切尼尼嘅二售价系26,800蚊，哦，26,800劳力士金标，冇乜得讲噶啦，呢、这个咁啊价真系钱，冇嘢讲啊，真系。20,000买到劳力士嘅金标啊，仲配条冇错，咁似原装带嘅带，啊呢条带都都配唔翻嘅少皮嘢，带咯。如果真系呢做，条带都唔少我就嘢，觉得 OK 呢条带几好衬啊，即系有兴趣可以自己再配多条皮带，或者即系高质啲嘅整条靓少少鳄鱼皮带都好好睇应该。你自己打出嚟都唔易整噶呢条带，条带都唔少嘢你呢做个咗带唔成。少嘢啊，都20,000啫吓，咁买到劳力士嘅切利尼系列嘅18K 金表啊，手动上链，系啦，手上链多多声系啊，使换电嘅。系啦，唔使换电，成个手上链好，就 OK 咁啦。啊，养只睇睇啦，都几秒杀嘅，我谂20,000买到只劳力士金表。好，我哋下一节介绍罗马标。罗马标即系个咩？ROAL 呢只罗啊，马罗标。马标系啊，1888年开始嘅呢个牌子都算好老嘅牌子啦。系呢只早排好似有一啲新款出过，我记得系啊，呢款就系钨钢系列嘅，系应该钨钢。停咗啦呢个款，即系佢个表面呢只冇晒。系啦，钨钢嚟嘅，咁佢只钢就两只颜色系嘅。咪早排出新款嗰只系列嚟噶？新标咯，我哋有卖过新标嘅呢系只啦系表。啦，我记得早排买个新标啊嘛，系啦，冇错，钨系啦。钢咁咪但系系呢呢只两只，好少嘅。同呢埋只好似面就系、有是、叫几我只哋颜色叫面啊嘛，好似树系树纹咯，灰华树。唔系灰华、白色个，白桦树啊，系白桦树。系啊，有啲咁佢白都有桦树出嘅啲感觉。蓝色啊、绿色啊、黑色嗰啲咯，系咯呢个款。但系佢呢个圈都系钨钢嚟嘅，好似系啦，个个圈标圈都系钨钢啊。表带都系，系啦，标钨带中钢间嘅意思系咪真系好硬啊？好硬，系啦，冇错，系啦，加硬咗，加硬咗。即系仲硬过潜水艇钢啊？我谂差唔多嘅，佢好似话去到千几 fica 咯。即系冇咁容嗱易陶，花啦，等于讲句。嗱陶瓷就1,500咯。咁啊，陶咁瓷啊，佢专登灯易做花，喺某啲比较易花嘅位置咧，咁佢就防刮。系啦，即系冇咁容易花咯，系啦，只表都比较新净。好明白只表好呢个，似几个月做好似嘛？系买翻嚟几个月咋？有少少白桦树嘅感觉啊，系啊，系个纹好直靓头。嘅，系入边嗰啲纹路好靓。个面直头系嗰样嘢。个机芯就26寫啦，咁用紧呢个 SW200 机芯啦，系啊，瑞士机，SW200，42小时动力储存，系啦系啦，好，咁呢只佢系睇嚟应该都系大概40至42咁上下啊，42mm 系呢只，42嘅应该都系，嗯，同埋佢锁巴的嘅呢只表，傻巴的啊，呢只傻巴的，罗巴的咁就相互叠扣，傻巴的100米防水啊，40mm。好，咁呢只有冇盒嘅有？咁呢只罗马系 full set 嘅，咁呢只表嘅二售价系3,500蚊，哦，3,500咁平啊！系啦，钨钢啊，同埋系瑞士机芯，瑞士做，原价好都似写接近，3,500，咁就呢个瑞士嘅老牌啦，罗马标。系啦，白桦树系白啊，桦钨树，钢。哇，可以即系未买 GS 嘅白桦树嘅朋友，可以买住呢只纸质卡先。系啦系啦，好靓嘅呢只个纹，瑞士做瑞士机芯3,000蚊，系啊，好佢咁正新喎，仔，真系好仲正。有保养2年。系啊系啊，几个月标咋，系啊。好，咁我有兴趣要留意下啦。3,000蚊都唔系咁多选择啦。如果瑞士好表嚟啦，讲，要快手，系啊，做钨钢。好，咁下好，只下一只介绍培乐海。咩嚟哦，噶布啊，呢个系 P 仔？P 仔啊，下一只 P 仔。，P 仔咩型号咧？
呢只系00005，0005，4个0一个五，4个0 1个5，咁呢只系好似五号唔仔啊！大只定细只嘅咋？呢只系经典嘅 size 44mm，哦，即系都大只噶啦，都系啊，即系总之系中大咗，class size 咯，即系佢经典嘅 size 就系呢个咯，冇错，要再大啲嘅，咁要都要啲细啲有啲嘅，47咯，但系呢系只啦。就中 size 咯，系啦，哦，通即系常唔系最大嗰只。唔系最大，系啊，即系最多人买嗰啲 size 咯，44。好，咁就见佢系呢个系叫做又唔系皮带嚟，呢只咩带嚟？呢一条带系点讲咧？系嗰啲呢个系咪叫帆布带啊？即系咁样贴住，跟住咁样穿嘅，系系咪咪叫？原装噶？系咪叫干山带？类似呢条带就唔系原装唔嘅。系喎，原装我唔哦，咁知，唔系我唔知呢条带叫咩啊，即系咁样贴住嗰啲带嗰咁啲样，好系似嗰啲军标嗰啲咁样咯，军标咯，似军军标，标咯，军咁个标质带地啦。又似嗰啲布面嗰啲咁呢啲咯，冇所谓啦，呢啲我觉得我以都为佢又干唔系原带装带，又唔系啲咩有牌子嘅特咁别样带布就咯，系咯，系啦，呢啲就个人喜好啦，因为 P 仔最中意就系玩换带噶啦。原装啊嘛，条带系嘛，条带唔系原装嘅，哦系，都可以喺度配因为我翻都似好少见 P 仔去用呢啲带。系啊系啊，个标主佢自己换噶呢啲带系咯，咁但系我除都咗冇条见带，过。有冇跟另外一啲原装带噶？冇啦，应该佢可能冇咗，因为正标嚟嘅呢只，哦，正标，哦，佢已经明白，咁正啊，标真嚟系，嘅，都欣赏下喎。只标就 OK，啱啱睇个底都 OK 嘅，起码九成。有啲使用痕迹啦，见到，不过嗰啲可以执嘅，系啦，侧边嗰度抛唔光执噶位，啦，但系呢个啲底咁盖新嘅，就比较新净啲咯，即系侧边呢啲位就最屘玻璃冇翻，有啲花冇痕错，咯，系咯。玻璃咁冇翻，就应该都系24mm 嘅标耳啦，换啲啊，咪系啊，廿六廿啊，四，24定26唔啊，系好似廿六廿啊，四，呢廿只四，廿四，廿四啊。唔系24、24、47嗰啲先系46，系啊，系啦，呢个大庄系中廿六村噶嘛，呢个标，唔系大庄系啦，系啊最系大啊，庄系配廿翻，六，呢个24，咁24标带就好易配嘅啫。啲配翻条带好简单，系咯，P 仔都系玩带咯，成日换嚟换去噶啦，大家咁都如果系啊。正标换拼一条唔系嘅即系唔系原装带副厂带，咁呢只正标我相信应该都唔会贵嘅，应该都抵玩咗估。咁呢只 P 仔五号仔，咁呢只表嘅二手价系21000，哦，21齐头。系啦，咁有56小时动力储存，呢只系手动上链哦，明白，手动上链。嘅，系啊，都系多声啊，呢条咁就二万二一万千，松啲蚊买到 P 仔啦，真系越嚟越平嚟噶 P 仔。系啦，即系有护唔系桥啊，啊呢因为只。呢只护条款嚟，所以算好平。仲要五号仔啊！我谂会唔会五号仔系比较旧款啲咧？但又唔系好旧喎，即系佢 number 好靠前啊嘛，系，就系比较经典啲嘅型号啦，叫做。都系3文字标名啦，系啊，好，咁就样，21蚊咋，咁啊买咗 P 仔。系啊，都比较特别啲嘅条带，我觉得都几型嘅条带，冇见过。好，咁下一只咧。好，我哋下一只介绍劳力士。又有劳力士，计呢个切利阿尼作头，出场，阿族，哇！我呢只帮我听。望到都见到重啊，真系。呢只系 Day Day，滴滴朱古力喎，成只菠萝面，唔系字菠头萝，系朱古力啊，直大头系师，朱古力。36mm 系啊，36mm 哇！呢只虽然唔系好大，但系见佢咁样嘅状态，应该都好聚首啊！即系表带、表头。呢个好机重啊，身都大特师。系机身都特别唔同嘅，应该只即系新装嚟嘅，即系嗰啲0几年啊，1几年嗰啲嚟嘅。系啊，见佢个 index 嗰啲数字啊，佢系新款先用呢个数字，好似阿拉伯好数似字打横嘅白桦树咁样啊，打横睇。哦，咁啊，成只18K 玫瑰金呢啲系咪啊？猪带哦，呢个系总统呢个打十嚟嗰八只。只啊，总统带系哇，99新呢呢条带又贵啊，真系。只，系系啊，阵好间磅重。磅下几重啊？即系夸又张系呢咯，只，有啲好奇啊，有呢啲。条带又真系贵，佢呢个标面其实比较难揾啊，朱古力，仲要菠萝面，系，系啦，呢、这个金就系玫瑰金咯，系啦，玫瑰金。即系少啲嘅呢个面。你话数字嗰个其实就系本身系嗰啲，应该2015年前先会有呢啲数字面嘅，系啊，呢即系款数比字。较新少少系咯，呢啦，个设系计，啦，即系系啦，唔会系90几年嗰啲旧装好少，系啊，九唔几系年嗰啲够，唔系够装，唔系咁嘅样噶啦，冇同埋冇呢咁啲叫重噶做。啦，系啊。潮 trendy 啲嘅只款系，
實心嘅，因為呢只嗰條帶係好系真啊，嘅。好聚首啊，你俾佢睇有幾直，睇下打直係啦，睇下條帶，等我要咁样，係啦，完全即系係冇剁嘅，系係啊，裏啊邊直板系啊，好挺嘅，系我係啊，直板都好誇張呢只。又攞个磅磅一磅咯，我有啲好奇。嗱，唔系代表金嘅重量啊，代表成只表连埋机芯有几重咧？表系啦，我有啲好但系奇。真系好重，36 mm 大嘅，呢个系171 gram，即系几多除两克？37.5，咁就有4两半嘅斤。4.5磅，大概啦，参考下啦，减埋个机芯就唔知几多啦。又戴上手睇一睇先，我都未戴上手。玫瑰金啊，呢只。嗱，总统带啊，呢、这个光头圈配埋呢个总统带啦。750啊，条表带都系非常之聚首啊，好重啊，手都有啲呢攰只噶。有冇盒噶？呢只劳力士朱古力面波罗纹地地系正标嘅，成标系啦，有六牌系嘛？系冇错，有个绿牌。系有个六牌，咁呢只表嘅二售价系188,000，正标八嘅。万八哦，正标18,000，明白。咁啊，如果呢只肤色应该过20噶，相信啊，36 mm 系冇错，个朱古力面好难闻，都系平咗嘅。如果讲紧全金劳力士嚟讲，呢一个价同埋光头圈啊，应该系少啲嘅，系光头圈配埋呢个猪带嘅配即搭系都唔系少九啲，亚圈嘛，九圈多呢啲斯文啲咯，呢只就比较即系感觉睇落去冇咁，即系可以平时都戴，感啊觉呢啲上光光头。头翻少少咯，圆润啲啊，嗰个线条。好，明白。咦，咁今日都差唔多啊，呢只压轴咁啊，今日标就唔系好多，会唔会有彩蛋出现啊？今日仲，A few moments later，你想彩蛋？真系有彩蛋喎、大师讲就有噶啦，啊，讲有啦，真系想彩蛋，好彩。精工彩蛋，咦，精工呢只系又唔系五仔喎、啊，二咩六十六 R 嚟噶？巴，六 R 二百啊，系六米，R，咦，6R 嚟噶？系啊。六 R 635。哦，6R35，即系总之就唔系最低型号嗰只啦，总之就系，唔系嗰啲嚟，6R 即系咪啊？好似系咪4mm 嘅机芯啊？唔记得咗，唔知要验系证下，啦，冇错，系嘛？我都唔系好知，六啊六三五，啊六三十三五米，系系啊咯系系咯，咯，系啊，好似系4mm 嘅机芯。好，咁呢只都唔系咁即系少见啲啊，因为精工太多款啊。同埋佢个面几靓，我觉得，点解蓝蓝地个四六面又八有啲，十十二，有啲粒粒噶，少系咯。少渐变蓝，呢只都系即系新少少嘅型号啦，叫做，系啊，冇错。即系有个 X 喺度嘅。咦，佢呢条代用带嚟？系啊，代用即钢带系啊。佢有冇任何其他带？净系哦，即系净系呢条带。冇。系啦，冇啊冇啊。但有冇盒卡嗰啲？呢一只就有盒同埋说明书嘅，就冇卡嘅。呢只系原装，可能唔知会唔会系皮带嚟嘅，定系布都带嚟有机会。如果唔系，使乜换条直嘅？系带啦，应咧？该唔系系，机会应该冇原装，唔系钢带啊，估。未必系，如果系钢带，佢都未必会换咯，系咯，调即系可钢能带都原装系，因为精工佢呢啲咧好多原装出嗰啲咩帆布带嘅系，OK，系嘛？不过唔好清总楚之呢应只该唔系咁常见，我谂即系精工迷可能会清楚少少啦。咁第一眼望落去就唔系，即系唔系五仔个系列咯，即系唔系最入门嗰只系列咯。啊，咁用咩价钱呢只？我相信净系标头应该唔好贵呢只。咁呢只精工嘅彩蛋价系2,100。OK，明白。咁啊，2,100，咁就200米防水啊！呢只系4mm 机芯嘅。系啦，200米防水，咁佢都有盒有说明书嗰啲嘅，咁都系锁白的，系锁白的，咁啊，渐变好，蓝面。非常新净，今日啲表都好新净，都九成新系。系咁啊，今日唔系好多啊，咁啊，6只二手加只彩蛋7只。好啦，今日就介绍完啦，系咁啱多啱啦，好咁啊，因七为只我都表。大家都明白嘅，知道吓，即系铺头装修完，可能啲表啊都未齐啊，可能咧再执下，又有下一集同大家介绍嘅，系嘛？系啊系系啦，冇啊，尽错。快尽好啦，快。咁但系啊，呢个今日啊，我哋2024年叫做第一集啦，咁就嚟一个热身啊，咁就少少地，咁就6只二手加只彩蛋，咁就有兴趣但行我哋要啦，讲，我咁哋就嚟睇睇啦。1月6号放假喎。
哦，1月6号，咦，即系讲紧系过两日就放假咯。系啊，1月6号放假，咁1月7会上营业假。哦，系嗰日，因为吓唔知咩原因，冬主又系定咩啊？总之就系啊，冬主又系啊，又系啦吓，咁就放假添。咁啊，1月6号，咁大家唔好摸门钉啦，咁就有咩就7号先嚟啦。你之前打俾我或者打俾 Andy， 系啦，OK， 系可以连我哋嘅 WhatsApp 都得。Okay. 好啦，咁今日介绍就大致咁多啦，咁咪再执下睇下下一集有啲咩同大家介绍啦。我知道你而家都好忙啊，好多标要处理啦。系啊系啊，而家处理紧啦已经。好啦，咁今日系咁先啦，下一集见。好多谢大家，拜拜。